意思？你是嫌我素颜长得丑，拿不出去手是吗？那不化妆好。你嘛意思？你是舍不得给我买化妆品，然后给别人化是吗？那化不化都行。你敷衍我是不是？看见了直说。我问你，这世上谁最好看？肯定是你啊。你太虚伪了，我长嘛样，我自己心里没数嘛。那热巴漂亮行吗？谁好看，你谁跟你说过呀？你娶我干嘛呀？你太不讲理了吧！我不讲理，我们女人要讲理，有你们男人嘛事儿呀？